假的前夕，在银行工作的郑先生正忙进忙出，指挥着工人把新购的家具及床垫搬进新家。好，可以吗？看到吗？关机。OK。几乎每天都到工地监工的郑爸爸，也跟在一旁看着工人将家具就定位。好，这边到上了啊。有，就回去了。好，回去了。哎，你真准，我给你安排好啊。OK。哎呀，我坐车来了。一手打造这间70平新屋的设计师庄孝成，也来到郑先生的新家。除了工程的细节收尾，也就各空间与屋主说明日后的使用保养方式，同时帮忙郑先生与工人沟通协调，让郑先生可以赶在即日前入住搬新家。对，我们先不要靠上去啊。对，啊，你现在就是斜放就好了。是，我啊，我先生你这边脏，照擦一下没关系，好不好？好，再下去。好，过程我一定会注意。What's all the sad poetry in your notebook, boy? I know you fell down. It's good to get it out. Yeah, it's good to get it out. But these lines that run the ways that I know you. 终于来到入宿这天了，郑先生和太太在厨房忙着准备汤圆，郑爸爸及郑妈妈则帮忙招呼亲友。除了郑先生自家的亲友，设计师庄孝成也带着太太孩子赶来祝贺屋主新居落成了。开明的郑爸爸在儿子一结婚就让小两口自组小家庭，第一间房子就买在老家附近，方便相互照应。随着小孙女的出生，家人间的感情更紧密的结合。为买下这间位在桃园后有山前有古道的新屋，郑先生希望假日时可以三代一起来这里度假，享受三代同堂之乐。其实旧房子已经住了十几年了，15、16年，其实有那种感情在，不过因为是老的设计的，好，然后呢，相较于这个是新的设计，其实是把这边界定成是一个4、5、6日啊，来这里休息来这边度假的一个场所啦。所以说呢，我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说要通通搬过来这里，所以我们是两边都住。虽是第二间房子，但却是郑先生第一次与设计师合作，所以不管是找设计师，或是与设计师沟通，都做足了功课。动态就开始要找设计师嘛，那因为我们工作都是在比较长时间都是在桃园这一带，那我们就上网站去找那个设计师，然后呢是看到庄先生，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看他的作品，他过去的一些作品，那我们觉得蛮像是我们要的，然后所以我们决定要选择那个庄设计师来为我们设计这个房子，然后之后呢展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讨论。然后呢，因为平常白天要工作嘛，然后晚上只能晚上跟他约，那我们就约在台茂那个春水堂。哦，春水堂每个东西大家都吃过了，然后从那个面啊、饭啊到小点啊，全部都吃过，茶也不知道喝了多少。然后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子慢慢谈下来，然后把双方的一些想法构想啊，跟他做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对我们夫妇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啦。好，那如果当一个东西从没有到有到具象，然后到成果出来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桃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啊，采光非常非常的好，这是屋主的第二间房子，而且屋主喜欢在这个房子的各个角落聆听音乐以及阅读。马上来介绍今天这个设计案的设计师，叫做庄孝成。
设计来自于生活，设计也是一种语言的互动，让设计师创造你的梦想家吧。既是度假屋，又要兼顾到不同世代居住者的需求，庄孝成要怎么满足郑先生及其家人多样需求呢？新居所在是桃园热门的登山古道，因此常有亲友来访，客厅就成为这间度假屋的中心点。除此之外，郑先生闲暇时很喜欢阅读及听音乐，怎么让客厅不只是客厅呢？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设计案的时候，我们在整个每个公共空间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出发点，还有我们房间内的一些技能上面呢，所以我们用阅读这个部分还有音乐的部分做了一个主轴上面的一个设计。这个客厅的电视墙的部分呢，原则上我们在设计的元素上面，我是设定了大理石跟木皮，那还有一些玻璃的材质上面去做一个设计上面的一个变化。那其实我们在规划电视墙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些视听设备，我们把这个现场我们都隐藏起来，隐藏在哪里呢？其实隐藏在这个机柜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这个大理石墙后面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类似像一个管道的一个设计。当初喜欢这个房子，我觉得是看上它整个餐厅跟这个客厅的空间，它其实是通透的。庄先生他很懂得我们的想法，那所以其实在做这个拉门设计的时候，他都会帮我们很仔细的去看这个空间的设计还有光线的部分，如何维持空间的通透明亮，并且让家人可以随时互动，是设计的重点。善用原本屋型，庄孝成在沙发区后方规划出了书房，让格局从原来的三房增加到四房。这个空间规划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哦。未来的计划也希望女儿她可以学一些乐器，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空间这个书架的下面是未来是我们放一个钢琴的位置，它都已经先设定好了，就是现在可以给大人爸爸来用打电脑，但是未来女儿钢琴是已经在这个地方。对，我们这个窗外部分其实也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山景。对，所以林主任也希望坐在这个地方能够跟家人呢促膝长谈，甚至他说他也有一个做瑜伽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不只是坐在这个书桌旁边去阅读，他甚至也可以依靠坐在这边，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哦。所以你刚才一开始就说到，他是在各个的角落都可以阅读跟聆听音乐，现在可以知道他的重点，原因是因为采光很充足，并且所有的角落都是一个端景，你随时都可以坐下来等书来开始翻阅。因为这道墙呢，其实是我们那个储藏室的一道水泥的墙面。这个衣柜上面呢，我们都可以做了一个，就是说如果得奖的话，